点小声咯，接近晚餐时间了，但是力量还是要喊出来，想不想看到悠悠家族哥哥姐姐？有！哦，被你们声音震到后面去了，让我们再双手举起来，掌声欢迎我们的悠悠家族！放到我们的 Instagram 或是脸书上面，等一下我们数到三，你们可以大声的说耶、yeah! ！所以赶快集合到中间来，才看得到你们哦。小朋友不用到，不用过来，在原来的位置哦，我们会转过来。是的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左边、右边的小朋友呢，可以往中间稍微的移一下哦。预备备 ，Go！ 要注意安全、哦。练习一下好了。好啊，那来看看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精神哦。当我数到三的时候，你们要很大声的说耶哦，嗯、准备哦，一二三。很棒很棒，那我们转过来了，来看谁可以最大声。过来的哦。好，来了，听到我们的声音哦。那会挡住小朋友吗？还是不会哦。好，一二三，耶！那等一下，我说今天大家来参加什么 party， 你们就说悠悠 party 哦。来，预备备，今天大家来参加什么 party？ 悠悠 party。耶！好哦，太棒了， yeah! 太棒了！ Yeah! 谢谢姐姐。Yeah! 那我来问一下，小朋友还想唱歌跳舞吗？想。哇，今天我们很快的就要来到最后一首歌了，所以你们的精神一定要借给我们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所有的小朋友慢慢的站起来，可是要注意安全哦。好的 OK， 来问问看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精神？有。真的，今天悠悠 party 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。好耶，那我们要来跟大家跳最后一首歌，你们还会有。好，那小朋友，请问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准备好了，我们一起大声倒数，把音乐变出来，一起倒数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会唱，跟我们一起唱啊！一起来，拍拍跳起来。
这里呢，悠悠。